系一准备。好，一挑出嚟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又埋变位置美丽标志，内栏仲有仪威啦，咁啊再见到中档咧仲有桃花盛啦，出边闪得快，外边智力宝最出美丽甜心，好多只马抢啊，咁啊变相跟住个内栏第七位咧就玩具达人啊，响外边六三就学比巴啦，黑三尾六到啦就系劲进披星，出边咧仲有湛江醉醒啊，咁啊见到好运多赢就尾四，尾三咧就男装加好，尾二咧就老表醒，暂时包尾咧就嗰只爱逍遥嚟嘅，好啦，咁啊转香港大学院湾啊，仪威就挤咗喺前面。外面就美麗甜心就走上去了，跟前了很多美麗標誌已經咬住個內欄第三，第四位紅衫，出面是智力寶，內欄位置還有玩具達人，再下一層中檔閃得快，內欄白鼻菇還有好運多贏，在外面的話有桃花盛，出面六三就在這隻紅比巴，尾五湛江醉醒，再後先看到南莊加好和這些老表醒那些馬釘到最出是愛逍遙，好了，正在直路前面是儀威，在埋邊中間是美麗甜心，玩具達人咁啊，夾硬賺開只美麗標誌出去噶啦！再喺外邊位置，仲有呢個智力寶啊，偷入邊上嚟，仲有好運多贏，後多層啊嘛，仲係閃得快，最後百零米中檔透出係玩具達人鬥緊後邊咧，仲喺外邊位置係智力寶啊！咁啊，再下一層啊嘛，就係呢只好運多贏啊！中檔位置咧就係美麗標誌出邊上緊嚟，仲有男裝加好閃得快，接近終點叮噹碼頭埋邊玩具達人出邊智力寶相當接近啊！第三名係嗰只好運多贏啊！大家叮噹碼頭之下看下邊個入落去啦。嗱，埋邊嗰車咧就係四號馬個玩具達人，十二號智力寶，咁啊入上入落，短兵相接，邊個贏呢？好運多贏第三，男裝加好咧，好似入落去喎，有機會影相影贏就閃得快，第四名要影啊！頭馬都要影啊！你一邊我一步，單打獨鬥，出邊智力寶啄住個頭落去。啄啊！莫雷拉今日氣勢如虹先啊！啄贏入邊玩具達人。